有吗？没有，这片区我都翻遍了，真的找不到。哎呦，报警！哎，那倒不行，你不公开精神状况了吗？你没有见过这个人？哦，这位先生已经走了一阵了。 他们说他已经走了一会儿了，你说他能去哪儿？要不咱们再分头找找。行，能去哪儿呢？你疯了！ 就你这样还救人呢，愚蠢！那你救我干嘛？我是怕你破坏他的身体。叶海听得到我吗？跟我走。哎，不是，我有话跟他说。不需要，改天你自己跟他解释。老板。 让开！出发。去哪？回去。你家。 你应该打左转向。坐下。叶海能听得见我说话吗？ 会唱歌吗？叶海听得到我说话吗？坐下。他将三叉戟插在他身边，锋利的尖刺没落石中。 他窜到石缝中要全速离开，谁知回头的路被波塞冬挡住。穿白袍的波塞冬问：“谁让你来我这里的？”他不说话，发出鱼类的声音。
波塞冬赐予了他语言，说：“现在你可以为我唱歌了。”安飞，你记得这个故事吗？他惊恐之际潜入海底，波塞冬立刻派一只海豚追逐。海豚是游泳健将，安飞特里特最后疲倦至极，只能乖乖地坐在海豚的背上。 成为了波塞冬的新娘。不让，没听过。你对爱情还有什么印象？没印象。奥林匹斯山的。没去过。雅典的。就是我们在追安德鲁的时候，我把你的瓶中船弄坏了呀。 你再想一想。他把我推下海，然后你救了我。还有什么？你还给我的火山石，然后奥林匹斯还有那个谁得了什么金牌？哎，你要我说什么？安飞，你不要耍我。你让叶海回来吗？